哈哈哈，让我看看这是什么。哈哈哈，是宇宙赐给我的礼物啊！听琴，固齿。是博士。别再胡闹了，立刻启动卫星，准备回收工作。是的。博士，我们要回收什么东西呢？一种稀有的宇宙能量。 哦，交给我吧，博士。卫星已经进入位置，很好，开始回收能量。 苏菲老师，这完成了吗？就快好了。棒极了，维特，你觉得这东西怎么样？这肯定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，不过我们还得测试它的稳定性。说的对，我也希望尽快完成测试呢。啊，我先去开门。嗨，苏菲老师。嗨，你们好啊。开灯吧。你们怎么这么晚才来？ 我们也是为了准备零食才会迟到的。哦，辛苦你了，娜娜。那么我的零食呢？这个。哦，谢谢。哦，嗯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快吃吧。你们真奇怪。等等，这是辣椒口味。哦哦。 太辣了！太可恶了！你们明明知道我不喜欢吃辣的。阿泽，这一点也不辣呀。你倒是试试看。看吧，根本就不辣。你的舌头肯定是铁做的，娜娜。那个是什么？嘿嘿。 那是我和苏菲老师的秘密研究，娜娜。快告诉我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我都说是秘密了。嗯，算了，我自己问苏菲老师。苏菲老师，请问，这真是一个秘密。阿泽说的没错。哎，怎么连苏菲老师也这样？苏菲老师，拜托了。 哦，老师败给你们了。这样吧，老师一会儿要测试这个东西，那时候你们就知道答案了，好不好？耶！我赢了，阿泽。苏菲老师，我们到哪里去测试这个东西呢？我想要找到一个空旷的地方测试，最好是能够远离人群的地方。好，你们两个手脚快一点。哎，等等，再吃最后一口。 这一刻终于来了！快去！快打开容器！好的，我马上去。
真是令人意外啊。这到底是什么？这是浓度极高的复元素。复元素？它对我们有用处吗，博士？蠢材，你知道宇宙的复元素是有多么稀有吗？有了这个复元素，我就能制作出以前没办法做到的武器。这能做什么？对啊，能做什么呢？负能量光波。博士的意思是复元素拥有强大的破坏力。没错，任何电子或机械零件被它击中都会被影响，永远不能操作。太神奇了。博士，这一下子忘了叫什么了。我就命名它为奥米加光波。这个武器一旦完成，钢甲人就要完了。大小刚好，护极了，快告诉我们吧，那是什么东西？这叫钢甲护手，它能够装配任何钢甲配件。哇哦，如果有了钢甲护手，我也能够使用一打的钢甲炮吗？这正是钢甲护手的目的。耶，我一直都想试试钢甲炮的厉害呢。好吧，测试正式开始。阿泽，传送钢甲配件。好，钢甲之刃传送。料的轻巧呢，钢甲配件不但轻巧，而且还非常坚固。好，那让我们试一试其他钢甲配件。娜娜，给我传送钢甲爆灭锤，立刻传送。嘿，哇，我觉得自己像女超人了。来吧，谁要试一试？我，是我先说的。好吧，你先试。这么大方。嘿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抱歉了。哦，我等不及了。地震了！我看不是。麻烦的人又来了，钢甲人战斗模式。准备迎战。又是那套外骨骼装备，那不是被我们打败了吗？看来他们还没有吸取教训呢。那就再教训他们一次。各位，你们还是投降吧，否则我不给你们糖果吃哦。哥，废话少说，让他们见识见识奥米加光波。求之不得。避开他们的光波。知道了，让我来。小心，我们还不知道那是什么武器。
帮助萨维斯。交给我，我来掩护。伊达，准备。钢甲系统传送，钢甲系统锁定。我无法取得数据，看来萨维斯的系统被某种能量破坏了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是极为稀有的复元素。复元素？对，一种宇宙能量。我只听说过它的存在，没想到竟然被默克找到了。只要我们不被它击中就行了。啊？哎，继续躲吧。怎么了？哎呀，正在补充能量。那就换我了。看你往哪里逃。伊达，朝天发射。阿泽，钢甲系统锁定。补充完成。哎，远程的，看我的。发生了什么事？两股光波相撞，因此释放了大量的负能量。什么？这个情况，我们糟糕了。库什，你见到了吗？见到了，没想到我们还可以这么做。没错，我们再试一次。好。哦，我们被攻击了。一姐，一起来对付他们吧。攻击，小心。
算你们走运，你们等着瞧。我们不能再这样躲下去，迟早会被他们打败的。慢着，阿泽，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没看错吧？是的，这些本来是留着备用的，现在正好可以用上。太棒了，快穿上吧。再见了。你这臭小子。给我站住！啊，我的眼睛！我也看不见了。怎么办啊，维特，一起解决他吧。明白。嘿，我问你，快告诉我们怎么消除负元素？我真不知道。对，就算我们知道，我也不会告诉你的。可是，你别，这样如何？住手！你以为这样就能让我们屈服吗？当然。你休想。对，我们绝不屈服。好吧，既然是这样，轮到你了，艾森。我可以陪你们玩一整天。别发射吧，艾森。我说博士给了我们一个复元素消除装置，就在大力神号里。我去取回来。你们终于醒来了。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？我们的系统完全被封锁了。哇，想不到我们竟然成功了。我们亲手打败了敌人。我已经开始想念发射钢甲雷击的感觉了。苏菲老师，你的发明真是太了不起了。谢谢，我也很高兴测试圆满成功，希望未来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。一定会的。我们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多了解负元素，说不定可以将它储存起来。没错，我们现在就回去苏菲老师家研究吧。说到这个，我忽然想起留在苏菲家的零食了。哎呦，我早就饿坏了。我也是呢。我不会再上当了，你们又想骗我吃辣椒口味的零食？各位，麻烦帮帮忙！他们把我们给忘记了。天哪，我也想吃点零食的。闭嘴，库驰，你没有一句话是有用的。